Welcome to 四川。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现有人口9000万，居全国第四。幅员面积约48.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英国或12个瑞士联邦国土。四川地处神奇的北纬30度，与埃及的金字塔、玛雅文明遗址及古巴比伦遗址在同一纬度，地貌复杂多样。其西部是青藏高原，中部为四川盆地，东部为川东丘陵，最高点贡嘎山海拔7556米，比阿尔卑斯山主峰勃朗峰高2749米。最低点泸州合江长江江面海拔203米。四川地理生态资源富集，包括世界遗产7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4处、世界地质公园2处、中国最佳旅游城市1座。同时还拥有旅游景区4000多个，旅游资源位居全国第一。亚热带气候与7350米的海拔落差，造就了四川瑰丽雄奇、野性唯美的自然风光。这里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极高山和高原的世界，遍布湍急的河流、深切的河谷。多变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大熊猫、川金丝猴、牛羚、拱桐等珍稀动植物在这里栖息繁衍。有动物活化石之称的野生大熊猫，全世界现存约1000多只，其中85%生活在四川。黑白相间、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总是以它可爱的形象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位于四川西北部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是世界最大的野生大熊猫保护区，也是野生大熊猫最集中的地区。自贡出土的史前恐龙化石填补了中侏罗纪这一时期恐龙化石材料匮乏的空白。自贡恐龙博物馆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好的恐龙博物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精华，哺育出巴蜀地区璀璨的历史文化。从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到宁静质朴的古镇民居，从令人惊叹的史前遗址到佛寺道观石刻壁画，经三国立汉唐，这里留下了许多供后人瞻仰的历史文化遗产。四川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四川人已将传统与时尚融入生活，展现出独特的生活文化。四川人爱美食，川菜以味见长，融入大量辣椒与花椒的烹调技法，让川菜成为中国最受人欢迎的菜系之一。2010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成都美食之都的称号。四川人爱品茶，茶馆成为当地人最喜爱的社交场所，它与伦敦的酒吧、巴黎的咖啡馆并称为世界上3大休闲场所。四川人爱美酒，富饶的四川盆地孕育出数不尽的美酒。四川人爱生活，乐观包容，敏锐豁达，时尚潮流，在富饶的土地上继承演绎着老四川的生活韵味。四川民族众多，风情多姿，素有民族走廊之称，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也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
他们用大地的夯土、山林的石头和森林的树木，筑起一个个别具一格的居所，并渐渐地将他们对生命的信仰、审美和色彩加入到他们的民居建筑中，使得这片大地上的风景如歌如画。他们以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独特的宗教信仰、质朴的民风民俗，丰富着四川的锦绣风光。随着对外开放合作不断突破，四川已成为西部对外开放最为重要的窗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四川现有10家外国领事馆、20家外国驻荣商会和贸易代表处，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有233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四川。四川省省会成都被福布斯杂志评为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城市排行榜第一名，成为2013年全球财富论坛举办城市。四川正在呈现着现代都市繁华口岸的辉煌格局。四川已开通27条国际直达航线和200多条国内航线，现有通航机场11个，不仅有中国4大空港之一的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还包括九寨黄龙机场、康定机场、稻城亚丁机场、宏源机场等旅游集散空港，17条铁路组成路网覆盖全省，四川境内公路里程已达28.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便利的公路交通方便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自驾游客。四川现有星级酒店506家，其中5星级酒店21家，4星级酒店101家，拥有旅行社832家，其中出境游组团社50家，赴台游组团社7家。2012年，全省接待台湾同胞40.12万人次，同比增长18.1%，是我省第一大入境游客源地。我省旅行社组团赴台9.79万人次，同比增长32.8%。成都至台湾截止目前，共有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四川航空、长荣航空、中华航空、远东航空5家航空公司运营，每周合计往返30班次。这是走进神奇之地的旅行，在神秘的北纬30度，它将四川壮美绮丽的天府秀色和多彩神秘的古蜀文明尽览其中，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天下名山峨眉山、世界最大佛乐山大佛、千古奇观都江堰和道教发祥地青城山，绵延在近600公里的闽江两岸，串成了一条完美旅程。在四川这块神奇博大的土地上，以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以武侯祠、剑门蜀道、阆中古城为代表的三国文明，巴蜀文化与外部文化交互融合而形成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四川人对美食的崇尚和投入，使得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被诠释得淋漓尽致。川菜浓郁的味道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浸透在川人的血液里，随着他们游走的身影向四方飘散。吃在中国，味在四川，来到四川便来到了美食的天堂。四川多山，山间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听晨钟暮鼓，远离尘嚣，徒步攀登，以蜿蜒山势拾阶而上。
流泉飞瀑，古木参天。当你行走在这如画的景色中，宛若时空交融，令人沉醉。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的天地的确很美，甚至堪称极致之美。放松心情，行走其间，深深的呼吸，曾经虚幻的香巴拉之境会在你眼前变得越来越真切，其可触摸的形态，可聆听的音韵，可融入的气息，会让世外桃源与你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随着四川旅游与农业、文化、林业等方面的融合发展更加深入，直接促进了观光农业、乡村旅游、文化旅游、森林旅游、山地旅游等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即刻出发，感受不一样的旅途。